是我们青丘，连头发都秃了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牺牲，怎样的精神呢？你快别说了，就是让长兰曾对我说，弱肉强食是这世间的最大规矩。是，然而不是。邪不压正，才是这世间最大的规矩。邪不压正，邪不压正。如今长兰被抓，国主重回青丘，乃天下之大幸啊！但是，我们也做了错事啊。你说集市上真的这龙主和燕姑娘他们是清白的，之前是我们误会了他们。这些人不会再砸我了吧？我们真是错得离谱，大错特错了。哎，对呀，哎，龙主燕姑娘来了。燕姑娘，燕姑娘，今天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向龙主和燕姑娘道歉。哎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真不用，不用道歉。快起来快起来，之前种种都是乃被失于之举，望请龙主与燕姑娘原谅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快起来吧，真的不用，不至于啊，快起来快起来。哎呀，求求你们起来吧。哎呀，真的不用跟我道歉，快起来快点。干嘛呀？好滑呀！哎呀，大家快看，燕姑娘脱逃了！啊！没事没事，这真脱了，这脱了！燕姑娘，为救我们青丘，连头发都秃了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牺牲，怎样的精神呢？你快别说了，就是让一个女人秃了头。快走，我们青丘一定要牢记燕姑娘，燕姑娘秃头的这份情谊啊！没脸见人了，我没有脸待在青丘了，所有人都看过我的秃头。哎呀，好了，你闷不闷啊？闷死你了！好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，听见什么？青丘的每一缕风，都在清清楚楚地说，我秃了。哎呀，头发掉了总会长的，而且就这么一小撮。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而且你还有这发冠呢。你别碰了，风一吹就掉了。这发冠就是个障眼法，没用。